她不可能指使别人殴打她的老公，不可能。我对她是很了解的，她这人单纯善良、忠厚老实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？而且我知道，她很爱她的老公、她的孩子、她的家庭啊。你说，王总，有人找你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赶紧想办法把人捞出来，好吗？啊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一些误会。我是问你，跟美国回来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什么事儿都没有？赵一琴这会儿为什么在派出所？这些好像跟你都没什么关系。我来不是跟你讨论这些的，冯总。你愿意帮助一琴的话，我穆剑锋十分感激你。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不是外人想的那样。也轮不到外人来插嘴。我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员工，我是他的老板，我就愿意对他负责。我实在是没有义务来跟你解释这些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赵一琴是我的老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的好。我没有照顾好她，是我亏欠她，但是我绝对没有对不起她。没有对不起她。说也别说了，反正你说的都是借口，我也不爱听。拿着担保书赶紧走啊，别妨碍我在这打电话捞人。谢谢。还有啊，你要是有点良心的话，就让那个美国佬跟警察去打交道，他一句话就能放人。这我知道。我知道整件事情最委屈的就是你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处理好家里边的事情，我求你原谅行吗？我不想听。他说他不想听，你没听见吗？你们真的觉得茉莉的修养太好了，没完没了是吗？你再这么纠缠不休，我就报警了。茉莉，一琴已经在派出所待了一个晚上了，如果你不肯原谅他的话，他今天就会被送到分局，警察说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在一琴身上也不能留下这样一个案底，以后他的工作怎么办呢？你凭什么认为是我报的警？我什么时候报的警？你有意思吗，穆剑锋？我报的警。茉莉被打成这样，回来一句话都不说，我就不信欺负人到没爹说理去了。David， 茉莉，我会带一琴来给你道歉的，行吗？我不想听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他说他不想听，你没听见吗？他毕竟是孩子的妈妈。你净胡闹，去派出所跟警察说清楚，把人给我放出来。不去，你不去我就得去。David，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如果你不去，你就不是我的朋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就以孩子的名义吧，否则我什么都会跟你答应，只谈法律。先翻遍这书店吧。
来，在上面签个字。妈妈，喝水。小艺，去洗澡睡觉。现在不是你想不想离，是我要离。我累了，真的。离了婚，你去干你想干的事业，我过我想过的日子，两不相干。
调解无效。调解无效。你呢？穆剑锋，是调解无效吗？嗯。那行，那你俩在这协议书上签字吧。说话有气无力的，感冒了吗？没事儿，睡一宿觉就好了。我听说你今天感冒了，请假去看病，我让小石开车送你去，你也不让，这我不放心啊。好不容易忙完公司的事儿，给你带点药过来，我给你送上去啊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冯总。四姐，冯总，啊，明天想吃什么，我做给你啊。羊肉馅饺子会不会很麻烦呀？不会，我明天给你做。好，再见，小石，把这药给他送上去。哎，不用敲他门了，把东西放门口就行了啊。知道了，冯总。
看看吧，没什么问题就签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你刚把婚离了，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哥们儿，这事儿啊，你一人扛可以，但是我得善意的提醒你，借钱给你的是我。我们是正经公司，如果你到期还钱，那咱们合作愉快。可是你还不上的话，那这催钱的时候，我有可能就得委托别人了。我清楚，我是怕你不清楚。这催钱的人到时候能看出点什么来啊？你放心，钱我一定还得上。好，来，咱们合作愉快。我也提醒你一句，这笔钱有任何问题，找我一个人。行啊 ，OK 呀，拿钱。连长，厂长，钱到了。你们怎么了？瑞克公司的人来了，在屋里坐着，说是要收购咱们的公司。先送会计那儿，金额跟计息的文件都在里边了，让老孙跟会计交接一下，剩下的你们就都别管了。厂长还真借高利贷了，请坐。瑞克集团，对，你们要收购华药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作方式。我们需要一批代工厂来生产瑞克的产品，你们华药厂可以作为我们的附属公司，这样的话，你们直接拿代工费，从此以后也就不需要再担心销路问题。这份是我们合作的具体条款。瑞克对于合作伙伴会有一个双赢的合作模式，华药和我们合作，应该是最好的结果。华药不做代工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产品。我希望你还是考虑清楚再答复我们，因为如果竞争的话，华药将不堪一击。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，我没有考虑过胜算的问题，我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送我小客人。真是落死我了。
李姐，我那个，快吃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凉了。刚才是跟谁发脾气呢？啊，嗨，就是谢各庄那两亩地，姓范那宅基地。好，现在要我20，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。那过去都是16000一亩租他的，他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，简直就是勒索，是一种绑架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那怎么办呢？这趁几天吧，看谁先服谁。多数时候又不能跟他们融在一起，哎呀，所以讨厌烦了就让他们走吧。哎，你看看他们那一个的不学无术的样子，以后别总对他们发脾气，毕竟那都是你的员工。什么意思？也没什么的，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个广告公司，请我去做办公室主任。谁呀？这么大胆子敢挖我的人，他给你多少钱呀？工资不高的，低不少呢。那你是不是犯病啊？其实跟钱也没什么太大关系，我在您这儿不太习惯。我一天就能习惯你，你为什么不能习惯我呢？孩子没人照料，我朋友允许我弹性上下班。这不是真实的理由。怎么不是真实的理由啊？而且广告公司也不是你朋友开的。那是谁开的？报纸上找的。为什么想离开这儿啊，冯总？很多，反正冲你给的这份钱也不愁找不到人来，我今天就是来跟您告别的，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先走了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放手！你知道我手重，别伤着你。来啊，冯焕，别把我看成跟阿梅和小豆虫他们一样，我不是那种你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。我从第一天认识你就认为你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才留你。对，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，不能像他们一样那样照顾你，所以你不用理我，放手。我倒想看看你怎么伤我。不要太过分了，不要仗着自己是残疾就欺负别人，欺负女人。Thank you.
我不配拥有好东西，因为我没有能力珍惜，更不配拥有好女人。好女人在这儿待时间长了，都会被我毁成垃圾。所以他们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找垃圾，就像小豆虫啊、阿梅之类的啊。反正他们已经被社会和别人毁得差不多了，我也没什么可毁的了。不过，很高兴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一会儿你到楼下财务科去领钱的时候，我会跟他们说，把这月工资给你结到月底。不用，这才月初，该拿多少我就拿多少。谢谢您的记住。变相收购了很多像咱们这样的小厂子，甚至比咱们大得多的厂都不得不跟瑞克合作，成为瑞克的附属公司。还附属公司？那不就是给他们打工吗？哎，话是这么说，可不合作怎么办？有的厂子连生存都是个问题了，咱们华药厂要不是厂长弄来一笔资金来续命，恐怕也撑不住了。厂长，关键是现在这笔钱怎么用。本来是给舒祖公搞研发的，可看瑞克集团这意思啊，咱要是不合作的话，他非得把咱们往死里整啊，咱能撑得住吗？给瑞克打工咱倒是不用撑了，可是咱成了人家的附属公司，他还能让咱搞研发？那倒是啊，人家不可能这边给活让你挣钱，然后又拿着挣来的钱去研发出东西来，顶着他们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。可这笔钱都给到舒总工那儿搞研发了，一旦有点风吹草动，咱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哎呀，还有厂里的职工啊，还有外派的业务员啊，也该发工资了。我明白，横竖都是拼，那就拼了。老孙，工人的工资我另外想办法，你按照计划把这笔资金先拨到舒总工那边，我们不能靠别人，别人给的随时都能拿回去，去办吧。好。咱们如果靠跟瑞克打价格战，可打不起。这咱得另外想办法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咱必须得有点资金做后盾，要不然搞点小礼品做到促销都费劲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着业务员一起去跑一线市场，光坐在办公室里面是想不出办法的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是厂长，跑业务有我呢。厂长怎么不行？说干就干，现在就出发。
就跟当年打隧道一样，我不去一线做页面，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情况？说干就干呢？干！白天跑业务，晚上我去盯研发，我都等不及了。走。双侧肺炎有恶化的趋势。为什么持续发热一周才拍胸片？病人门诊的时候看的是内科，内科当普通的感冒诊断了，输液三天没有好转，才转到我们科。哦，对了，这是病人之前的病历和最新的化验报告。给这里消毒，病人转移到隔离病房，采用送进控中心。您是怀疑他是病毒性的？不是怀疑，是基本确定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草率，贻误了病人多珍贵的治疗时机？莫主任，患者病情加重，谁也不想看到。我也是依据我的专业跟经验做出来的判断，怎么能说草率呢？不是草率，就是无能。草率叫失德，无能就是失职。莫主任，小董是我们科室新来的大夫，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可以批评教育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追责的，这个责你也担不起。我就是希望你清楚，每一个到你面前的病人，不管你担不担得起，是把命交给你的，懂吗？你们都很闲是吧？没事做。怎么，连我的面子也不给了？要还是袒护的话，就不必说了。我说的是中立的话。再中立，后果也已经造成了。我知道你是替患者着想，但这种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我承认是我们科室的大夫有可能出现了误诊，但是这是失误，不是过错，对吧？面对不同的病人，我们要根据综合的经验做出不同的判断，尤其是面对一些疑难杂症，也需要我们的医生进行不断的判断和学习。在临床上，零失误率是不可能的。你说的没有错，可是主观经验的失误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系统的排查尽量的避免掉，对吗？可医生也是人呢，是人他总难免会犯错的，这没错吧？你是觉得我吹毛求疵了？恰恰相反，我特别欣赏你这种吹毛求疵，因为我知道他是医生身上那点难能可贵的闪光点。行了，别哄我了，我也是就事论事。我怀疑今天转到我们科的那名患者携带甲型流感病毒。送检了吗？在等报告呢。不管是不是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肺炎病变还在其次，这种病毒携带者如果不及时隔离的话，身边的人全是隐患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科室之间是不是应该加强配合？就拿今天这个人做例子，如果他及时转诊，他完全可以及时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。你所说的这些，我会尽快的向上面传达。但是同时，我也希望你能够谅解。咱们医院的条件不比你在国外，无论是医疗水平还是人际关系，我只是希望你在今后的行事当中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。人际关系太难了。比治病救人难吗？还难。迎难而上吧。这个治脾气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变过。没变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委婉多了。忙去了。进来。
什么事？啊，这样的，郭总，这是并购部一周的工作进展，请您过目。不错，看来有不少公司愿意接受我们的并购。嗯，是，可是还有一些企业是拒绝我们的合作方式。原因是有的企业还有盈利的可能性，所以他们一时接受不了我们。还有一些企业呢，有其他原因，比如说股份占比、家族企业。华药。华药是一个小厂，他拒绝我们的理由和其他企业不一样。他们是不是标榜自己不做代工啊？不是标榜，这个企业现在正在搞技术研发，而且技术研发的投资很高，所以让他们放弃研发改为代工，他们是不肯接受的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并购部门会对这些拒绝我们的小企业有一个专门的应对方案，预计的并购计划实施完之后，这些方案会启动。很好，行了，你忙去吧。药，好啊，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撑多久。